一盏灯，看见世界的美好。请常念南无须弥灯光如来。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。烦恼无论伫何时升起，拢爱意念对治咱。如果令烦恼自然蔓延，修法又阁有虾米用处呢？因此，你伫观修菩提心的时，刹那嘛不应该妄失正念。如果正念出现失坏的漏空，烦恼之魔就会趁虚而入，对修持菩提心造成障碍，中断利他行为，自身也必对恶处。安尼话，虽然自以为是修行者，但却无实际意义。善男子，在临终的时候，不能让上司和善友感觉到悲痛和遗憾，也不能让世间信众产生疑虑和遗憾。一，如果自心无去对照经教理解，再三反省，那呢？虽然自以为是修行者，但是实际上甲教化大众背道而驰。在临终的时
那无任何具有菩提心的野者，等到出现一挂对立恶处的野者的话，就袂当无感觉到悲痛甲遗憾啊。即因此，自以为一生中以修持佛法度日，却无舍弃五万心，虚度一生光阴。临终的时，自然一无所获。众里言之，虽然安住伫个静处，但如果无放弃今生的所思，自心无远离爱欲的话，就袂当得到佛法的利益。如果想要做到今生甲来世二者拢无受损害，那呢修法就变成了护大的，安尼护大的修法也只会当成为口头上、形象上的护法。因此，应当依止殊胜的善友，唔通跟随恶友，安住伫不定的基础。一，在固定的住处，唔通累积烦恼。无论做任何代志，拢应该遵照佛法履行。做任何代志，拢应当成为烦恼的对敌。安尼做的话，便是真正的护法，应当如是精勤。Thank you.
之如果自己的相续中产生功德，且不通生起傲慢心，会被魔束缚。三，住伫个旷野静处，家己用积金雕流，用小玉砌石，唔通意念家己个功德，唔通观察他人个过失，用无所畏惧，无有顾虑而安住。是唔通互分别念自性，时常发善心，永远唔通伫个散乱甲颠倒之中思维发疑。五，与人相处应当随和，承受衰败，不做长远的计算，放弃丢臂，发起自爱之心，做任何代志嘛应当把握分寸，容易满足，容易生存。六，参像山修同款，脱离世间俗人，若无断除世俗法，便毋是修行者。一，如果无断除四种性格，便毋是出家人。二，如果无断除爱欲，便毋是比丘。三，如果无具有慈悲心，便毋是菩萨。四，如果无放弃乐世，便毋是大乌克苏。
是唔通被欲望控制，纵理根基，到底清楚，唔通无用于繁杂的事物，应该清修正法，清楚在临终的时，做到心中无悔。现今身处伫个老世，毋是散乱之时，而是应命精勤之刻。一，毋是公望自大之时，而是谦和待人之刻。二，不是拥有惯习之时，而是依止静处之刻。三，不是教诫弟子之时，而是教诲自己之刻。是，不是记得思故之时，而是思考发起之刻。五，不是互相来往之时，而是心机一处之刻。七，相问之德。三大弟子向众敦巴格西请求归纳获得遍地各位的一切德法。众敦巴开始，一个修行者要获得遍地福德果位，虽然有不可思议的学处法门，但常说中爱升起的法只有一个，就是空性大悲咒。二，具体来讲，无缘就是圣意菩提心，就是证悟一切法的本性，或者法性本来无生。
悲心就是世俗菩提心，就是对无如是正悟一切有情发起大悲心。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，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宣扬佛陀智慧，推广佛教文化，培养人文胸怀，认识生命本质。护持账号19658482 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不管不抓，国之将亡，必有妖孽。那想啊，不进不来哟。要是我一定立法严办严惩，增加更多的打诈工具。什么有啊？打诈新司法上路喽！每当个给话名怕公狗，严惩诈欺犯罪，最重关12年喽。全民来打诈，反诈165，反诈有你我。打诈新司法，加重刑罚，共同打诈。世界越来越快，他们。却越来越慢，思考慢了，岁月也慢了，他们越来越远。心的靠近，只要张开双臂，一个拥抱，心窝的温暖一直燃烧。华山基金会邀您一起帮助弱势长辈。十地菩萨中的八地菩萨叫做不动地菩萨，他功德任运增进，愿恼不再现行，他不为名利所动，也不被境风所诱，只有大愿度生，所以叫做不动地。
香，忍耐与顺从，得见众沙门，时时论信仰，是为最吉祥，此之今生活。生一切处的福。